7月1号是香港各界人士纪念香港回归祖国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2周年的喜庆日子。一些极端激进分子却借口反对特区政府有关条例修订，制造了暴力冲击立法会大楼事件。这是践踏法治、危害社会秩序的严重违法行为，绝对不能容忍。7月3号下午，香港福建社团年会召开记者会，强烈谴责极端激进分子破坏香港社会秩序、损害香港根本利益的违法暴行，对相关国家粗暴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香港福建社团年会主席吴焕炎、荣誉顾问周安达元、施子清、卢文端、林明森、陈金烈、李贤义、副主席兼秘书长施龙新以及一众的副主席和300多名乡亲出席了本次活动。今天我们福建社团年会在这里召开记者道在会，代表我们百万的民亲乡亲在这里发出我们的正义之声，强烈谴责蒙面的暴徒以天龙车和铁枝等杀伤力的巨大攻击性的武器暴力冲击、捣乱及破坏立法会。我们强烈谴责暴徒瘫痪立法会运作，瘫痪社会经济民生发展事项，影响无辜的基层市民的生活。我们强烈的反对派议员纵容暴力，误导舆论，误导市民，煽动反政府活动。我们强烈谴责蒙面暴徒向示威现场的警务人员正投附属性的议题，并导致多名警员严重受伤。我们强烈谴责暴徒侮辱国旗给区旗，这些暴徒、这些极端分子已经严重失控，并扰乱香港正常运作，蒙面香港多年来由前辈建立的良好声誉及核心价值，而我们大部分的市民基本利益已严重受到了威胁。我们全力支持警方严正执法，尽快依法缉拿暴徒的归案。我们全力支持向敦请司法机关必须依法严正追究暴徒之刑事责任。我们也呼吁我们的乡亲，也呼吁我们百万的民间乡亲，呼吁我们246个的同乡会要发出正义之声，要为我们特区政府依法施政、为一国两制、为我们香港的市民正常生活要发出正义的声音。谢谢大家。今天我们闽籍乡亲在这里隆重聚会，就是要同声的声讨在7月1号晚上所发生的冲击立法会的暴行，表达我们的心声。我完全拥护和支持刚才我们香港福建社团年会吴焕炎主席所发出的、所代表的我们广大的闽籍乡亲所说的这么几条。在外国敌对势力和香港反对派的精心策动下，一小撮极端激进分子在7月1号晚上用暴力冲击立法会大楼，并且大肆的进行破坏，场面触目惊心，令人十分的震惊、痛心和愤怒。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聚会，就是要同声的声讨这些无法无天的暴行，就是要在这里坚决地支持林郑月娥行政长官依法施政，坚决地支持香港的警方严正执法，对所有犯下严重罪行和严重的违法行为追究到底，把参与打砸抢的暴徒通通的绳之以法，以保障香港社会的秩序，保障我们市民的安全，同时也是保障我们百万居港领居乡亲的安全。乡亲们，法治是我们香港的根基之一，也是香港的核心价值。我们容许香港社会有不同的声音，但是我们绝不能对任何的暴力犯罪行为有半点的姑息和纵容。这两天在我们的乡亲中间，在香港的广大市民中间，在所有有良知的人们中间，大家都众口一词的对7月1号晚上冲击立法会的暴徒强烈的谴责，要求特区政府和警队对所有的严重犯罪行为和违法行为追究到底，这是一个正常的社会最起码的应有之义，也是全港同胞的共同心声。但令我们非常愤慨的是，这几天反对派的某些人不去谴责暴力，反而向特首、向警方泼脏水、泼污水，千方百计的为这些暴徒的行径进行开脱，这种荒诞绝伦的谬论令人作呕，也彻底的暴露了这些反中乱港的幕后指使者的真面目。我们大家一定要群起而攻之，正是这帮人，他们通过煽动纵容才会出现今天香港这样令人痛心的乱局。我们在这里要大声地对西方的反动势力，对这些反对派的议员说一声，你们再不收手，包括广大居港民居乡亲在内的广大香港市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香港永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不管暴徒们怎么凶恶，只要经过长期考验锻炼和在一国两制世界的进程中不断前进的、不断进步的，我们香港广大的闽籍乡亲和香港的各位的同胞，一定会有这22年来所练成的毅力、定力和意志，去抵抗任何的恶势力。只要我们坚定地和国家站在一起，坚定地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香港重现法治、平安、稳定，就一定这个局面就一定会早日的到来。谢谢大家。在座议员们都不是年轻人，我想这个中英谈判从1984年宣布以后，包括回归22年呢、这前后是35年了，激烈的这个反对派人那进行的冲击、毁坏，
啊，所以我们都这个大家感到伤心。但是我们政府的官员，这个警察非常坚守，啊，就是很忍痛的对待，啊，所以我感到我们香港是充满希望的。七月一号，暴徒冲击立法会，我对福建乡亲睇到非常气愤，非常心痛。大家都知道，香港系法治社会，法治系香港嘅核心价值。我哋绝不允许暴徒破坏我哋嘅法治，破坏香港嘅和平稳定。我是一國兩制，我們希望香港警察能夠早日破案，將暴徒繩之以法。我們會大力支持警察反對暴力，我們會支持香港政府依法施政，使到香港的明天會更加好。多謝大家。